欢迎收看车见汽车小学堂，每三天要上一次的课又来啦！记得分享给身旁亲朋好友看，开车上路省钱又安全。我们今天来猜那个头塔车系阿婷跟物语的冷气滤网。OK， 我们开始吧，麻烦阿星帮我们猜一下。头塔车系蛮好猜的，主要就是手套箱。我们看一下，猜下来了。这个这么脏没有放，不然风它会很小，然后就不够。哦，冷气也会不够冷啊，因为它脏东西会挡住风啊，然后也会有臭臭，里面可能有发霉什么的，对。所以这个我们都其实建议更换。要住，对，头塔设计，反正就可以看到一个卡。头塔都是这样设计的。Up 就是这个是朝上的，所以你朝上，然后把这一端卡进去以后，再把卡就好了。OK， 轻松简单。我们再来看位置。位置应该也差不多啦。对，它这边关节，它有一个扣子分开，一样意思一样。好 ，OK， 然后这个就下来了，意思一样。对啊，对，推的拉出来。对，它会指示你头上，它会指示你的方向。对，这个就记得，就要按照它的方向去放，这样子。对，再把它。就可以看到了。那到时候直接往推进去就可以了。对对，哎对，它这个有点类似单向的设计啊。哎，往里面推就可以了。这个是 fit 烫打 fit， 对，一样，推开跟头打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扣的。对，然后它这两边扣子啊，双边扣这样子。哎呀，其实所以像它是，你刚刚是把它往里面推一点，它设计它就下来，往里面推一点。哎，那个那边卡榫的地方，我们往里面拖一点，它其实手套箱一样就下来了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再装回去自己稍微用力一点，拖一下，然后进去。对，哎，啊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个要自己检查。你假如去上网买个实验的工具，也不贵啦，这个就自己换就可以了。对。今天的课差不多就到这了，李迪董事长感谢各位的收看。若是各位认为内容还不错，记得帮我分享给周遭亲朋好友看，让他们也能花小钱省大钱，安心开车上路。中秋节快到了，老板有办活动，来店消费可以免费看我，帮我们在谷歌地图上面写下你们的宝贵意见跟评价，再送你们凤梨酥，记得把握机会来找我喝咖啡吃凤梨酥。假如有看不懂的，可以留言私讯或是拨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都会尽力解答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三天后见。